欢迎收看《维新世界·易经心法讲座》。咱的心灵有够黑暗，黑暗，咱的脑海内所充满的恨、怨、不满、嫉妒，拢充满着这个歹念头。那么这个歹念头，你愈想愈歹，愈歹呢？那么社会问题就来啊！做一个杀人放火，为情为爱互相烧伤杀，为情为爱互相在烧骨。为情为爱呢，互相的争论、诽谤，这种可怜的行为啊，拢不是每个人所应该有的。这种可怜的行为啊，不是咱人啊，伫世间得大的目的，嘛不是咱人来投胎伫世间所要爱的最终最后的结果。咱人要所爱啥？来自世间得到真安安心心、安详的人心，甲安详、幸福、光明的人生啊！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啊，因为王禅老祖贵国先师的大慈大悲啊，啊，将咱所有的人性啊，看甲真正详细，看甲真正那是透明起啊，而且甲咱的人生看甲足远去。每个人以后会发生的问题，敢看真远。但是看真远呢，目前咱所脚踏、所行、所坐、所住的环境啊，拢会影响着咱。这即是风水啊！咱的思想甲想就很风水，风就是伫想，水就是伫行伫行。所以咱人人嘛有风水，吼、哦，咱的风水有咧甲看到迷信。事实上不是安尼，所以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啊，哈，传着古圣先贤的妙法《风水真经》啊，才伫南口84年4月23日在南口举办这个《风水真经》啊，传佛大法会。这法会呢，参加的人啊，哈，36000人以上，所有的体育馆。哦，博物馆，下来要听这个妙法，可见呢，社会呢，咱人间呢，拢是要得一个安详，得一个有尊严，受人尊重，而且呢，会当共同相互的社会。啊，因为办这个法会有感觉，有成功，也是感觉有需要，所以我才伫去年啊，啊，才开始陆陆续续，依照老祖的开始啊，讲解。弘扬风水妙法，进一步嘞，要提升咱每个人对风水、对易经、对人生、对佛法、对诸妙法的境界，搁提升、搁正确的了解嘞，必须爱有一个学校，好、哦、有一间学校，这教育专门培养师资教育嘞，啊，大家来弘扬妙法。所以在好、哦、今年2月7日啊，好、哦、开始啊。这个成立的易经大学，过去拢是用学习的教学。那么这中间呢，我咧易经大学在升空中教学咧，将这易经的妙法、风水妙法等等咧，讲出来讲是何时方咧，先知识，是不是讲有需要？那对这个法有需要，我就继续弘扬；若是讲无需要，无得到共性的时啊，那么我就另外。去检讨，检讨我家己对这个妙法是不是对唔对呢？那么这中间一年来呢，哈所得到的善知识、善行大德，哈也有真好事啊，也有感觉需要，也有个人呢感觉真吼
有迷信。那么不管是讲是迷信还是啥呢，我拢一开呢，嘛是欢喜来接受。也是讲啊，我是迷信者，我爱检讨我家己，因为我无种这执法呢，哈，无真真正正去提升来更改。啊，也是讲啊，有需要真欢喜的，我希望呢，各位啊，这个各位家庭依照这个原理风水的法则啊，你个改善一个段落以后呢，咱生活上每一天当看起码是真好，哈、啊，咱伫厝咧感觉心情真愉快，附近的环境感觉真正轻松，啊，那么安尼来呢，咱心就安定，咱无烦恼，咱好好啊去行功立德，然后呢去帮助他人。若是一个人啊，伊的事业未顺失，家庭未平安，要讲会当做到偌好的工作，也是心会偌安详，迄是真正困难的代志。各位是风水地先，风水会重要，风水会妙法，确实毋是咱一句话、两句话、三言两语，我都讲甲清清楚楚。但是呢，我嘛本着这大原则。把大原则讲解，吼，予人各位会当了解。希望咱个社会呢，莫受到环境个关系造成咱个困扰，造成咱个事业个损失。好，因为咱无了解着性法，无了解妙法呢，所以做一寡糊里糊涂呢，违背大自然个规律啦。好，所以造成个人生无必要发生个代志。曾经咱一个信徒，住得真平安，啊，伊就食饱休闲，啊，是讲无聊啊，啊，事业顺顺利利啊，啊，拄拄啊咧，伫厝后咧，伊就搁起要起一间泡地间啊，好泡地间咧，啊，伊会家己，啊，伊啊，好，伊太太小妹咧有来问，我甲讲你唔好动，你今年袂动。因为今年有三煞游离的游离的电子后壁，游离电子后壁呢，自然呢，你会造成啊三煞。那三煞更发生代志，一定就三件代志来。啊，伊就啥个时代啊？要你信者，哦好，好，阿你讲，我嘛真欢喜，甲接受。好，伊后壁你讲，哈，这老师在讲啥？这为着伊来创啥啦？我唔要紧。好，我甲你讲。哦，你家己爱注意，遵守大宇宙、大自然的法则。树仔无该种，你甲种落，一直死翘翘；树仔无该栽，播咧未补迄个稻稻穗。好、哦，你无识时、无了解，那么你应当食变做，甚至咧，你会浪费人力、浪费金钱、浪费人命。那么就拆了呀，啊，就拆了，停在拆了，迄尾阿妈咧。家己开始急救，送伊病院啊，送伊病院啊，啊，搁到毛囊，啊，挂开毛囊无问题，现在搁摕一只囊仔摕啥蛋料，啊对吧？哦，啊，着住院，差不多食十天就倒来，啊，但还未煞嘞，搁一直搁煞嘞，搁无倒来嘞，又搁煞嘞，啊煞嘞，开始搁急救，搁入病院，换八道艰苦。啊！医生唔敢开啊！啊，注射注射注射嘞！吼、哦，你佫大一阵嘛，大病院大一阵嘛，都不等下。佫一个月后嘞，开始嘞，厝后壁继续在打，等下嘞，开始第三间无救啊，三间病院就死啊，三间。啊，夜某嘞，安尼哭，哀哀杂杂。这老师啊，我唔知咩，我哪唔知咩，我死就死啊，要安怎？哦，你红晒就认为讲家己上高。因为伊无了解着遮个地、遮个大宇宙的法则，但是我听了，我嘛甲你真忏悔。好，甲你感觉伊的错误就是我的错误，是安那呢？我今日假使若收啊，
真久咧，所讲的话咧，伊我都相信会当去个撇向。那么听了以后咧，往生以后咧，我伫上课时啊，阿三我咧想着伊个心内真正艰苦。啊，若是讲啊，我有迄能力，修得真好咧，会当将这个法啊传扬，搁我跨出去。那么这个问题可能会发生。所以讲，伊是方善知识，咱相信风水，咱爱有一个理气，爱一个了解一个正法。咱唔是拢啊，安尼哦，戆戆神神，咱讲啥就啥。真正风水在咱生活面啊，风水咧，在咱的家庭内底，各位爱敬。那么就易经心法传啊，120点钟咧，好，因为易经心法咧。穿了120点钟以后咧，哎，本来要讲解这个《内运大通篇》，因为我太无闲，哈，无时间咧讲。那么真正是哩，哈，过去捌将这王禅老祖，到底王禅老祖是啥人？归讲出是啥人？哈，阿只因缘呐，哈，将王禅老祖真经啊，讲解互各位了解，啥人叫做王禅？啥人是归讲出？好，归国是啥物件？啊，伫倒位？王禅是啥人？伫天门界哪一个界？那么我咧将这个王禅老祖真经啊，讲解，互各位了解。好，多讲解就高进。好，啊，希望咧各位了解王禅老祖到底王禅是啥人咧？了解以后咧，咱这嘛是依照这个法啊，好，咱会当努力用伫生活中。好，然后真侪观众啊，哈，常常在这中间呐，我咧讲解易经的事，伊有我听未着，啊，听无着咧。哎呀，老师啊，我风水真经我听无着着了，我无我输你先看。哎呀，我嘛祝福你啦，对，我就甲统计起来，统计起来咧，感觉风水真经啊，内底还有一个内容咧，好，个重复播送，张以前拢是播送，这个22集风水真经。啊，第一啦，啊，我时间无时间去讲嘞，哎呀，啊，有关系，哈，过来啊，各位的需要啦，我所以将风水真经啊，风水妙法发生的代志啊，讲解中心布上，好，各位会当了解。至于啊，以后闹因因缘者，我会讲解伊各种的妙法，会甲各位实现，那而且会阁讲解各种的妙法嘞。好，圣贤妙来共用十方法界，好众生要恭敬菩提，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咱今日好，这个时间也非常的圆满，啊圆满一个段落啦。好，那么伫今仔日，好伫这呢，甲各位讲解这叫做风水真经啊，这中间一年来，好咱所传的。本来的本意，啊，甲十方，啊，圣神的天意，啊，希望社会会当祥和，啊，国家会当平安，啊，天下会当太平。虽然是我小小一粒尔，小小一个人，力量是有限，但是啊，我嘛将心靠伊来供养诸佛菩萨圣贤。将伊妙法啦，借嘴来讲出，神圣若是无咱人的嘴来讲解妙法，嘛我都将真个妙法啦传予大家。所以啊，今日我心靠伊供养王禅老祖、哈观世音菩萨、八卦祖师、伏羲、文王、周公、孔子五代圣贤、哈诸代菩萨、甲祖师爷，好对这个众生的爱惜。啊，众生的怜悯，也是这中间啊所讲解的有所不足，我都达到各位是奉神之事，恁大家的愿望、甲希望、甲要求的事啊，直接甲各位啊报一个歉。啊，希望啊出去咧，咱这缘分唔通断，咱的缘啊，唔是一生一世。咱大家缘分啊，生生世世一个缘分。今日虽然是圆满，
愈一个段落。但是各位甲我的缘分是来生来世生生世世不生不灭，啊，而且是真正长的缘。咱人来世间就是续缘，继续一个缘分。人甲人拢是继续缘分，人甲事甲物拢是继续缘分。继续这缘呢，咱爱修这缘，修这生的缘分。人甲人中间呢，唔通为着咱家己私利，为着我家己好，来迫害别人，重伤别人，咱这都唔是修缘啦。啊，咱人甲人中间呢，咱爱继续未来的缘分，结未来的缘分。咱若是即摆这生啊，结到歹姻缘啦，以后你就会结到歹姻缘。来生就叫做歹姻缘，是安尼世间人遐济艰苦诶，拢是有前世有前世因，三世因果甲咱讲到足详细，前世种啥物因，即世啥物果，即世种啥物因诶，后世种啥物得着啥物果，即拢就是因缘。咱人来伫世间啊，继续缘分，修现在缘分，继续结未来生诶缘，即是人生缘分诶三宝。好，所以咱今日虽然是圆满咯，但是诶，嘛真侪人啊，因为电视台、有线电视台中间诶铺设，啊，先造成真侪跩断去，断续看无，啊也无，无都继续去读《易经》心法，真侪人信倒起来，啊，讲无都继续读书，无都读《易经》心法了，怎么办？我嘛无多啊，电视台诶代志啊，因为牵涉经费问题，有线电视经费问题啊。啊，所以我都继续搁接落去啊！我将这个发啊出这时段的经费来委托，将这个啊请这个华为电视台啊，以最省的经费啊，好来给咱播送这个节目。但是诶，吼，因为有真济有线电视台啊，甲华为电视台、甲其他电视台关系啊，所以无法度逐台咧放这节目，那么差不多收看，也非常诶抱歉。若是啊，有兴趣学易经诶，吼恁啊，诶人啊，你用来当个摄影师来请录影带，当伊学习也可以。但是呢，录影带嘛是要有一个，叫做最低的成本。当然，我嘛真歹讲，伊当讲好啊，老师假讲这是做生意，假就要卖录影带，那安尼是错误去啊。好，这点各位希望会当谅解啊。所以各位大家啊，那是有时间者，欢迎去安尼摄影师。啊，摄影师诶。我建设啊，好，就是一个那像人间的净土，哈，那一个世间的一个净土或净土。我这是建设的，拢是寺庙供奉法，哈。若是各位啊，有兴趣者，现在咧，咱大家啊，较简单咧，下来参观咱善护寺，啊，所有的全寺的景观。哈，咱呐有时间带囡仔来遮拜佛祖，来遮佚佗，哈，来遮拜拜，来求福、求平安，我是非常的欢迎。今日哈，咱真正感谢大家，感谢华语电视台，感谢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所有的会员的扶持，啊，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，哈，啊，感谢平准啊传播。好、啊，公司，甲咱是咧，制作的王兆禄，好、啊，甲所感谢所有的先律师参与这个工作，要在后面的努力奉献，的所有的动手地主，啊，感谢十方法界大如来，感谢王禅老祖、贵国神师、八卦祖师、伏羲、文王、周公、孔子，啊，叫你献礼。
住在圣贤杨光先师，历代地理祖师等的加持、的扶持，好，这个节目啊，会当圆满，一只感谢，祝福各位合家平安，事业顺遂，福慧增长，阿弥陀佛。